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。这是我第三次要到你们那里去，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，句句都要定准。我从前说过，如今不在你们那里又说，正如我第二次见你们的时候所说的一样，就是对那犯了罪的和其余的人说，我若再来，必不宽容。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，我必不宽容。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，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。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。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，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，也必与他同活。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，也要自己试验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，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？我却盼望你们晓得，我们不是可弃绝的人，我们求神叫你们一件恶事都不做，这不是要显明我们是蒙悦纳的，是要你们行事端正，任凭人看我们是被弃绝的吧。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，只能扶住真理。即使我们软弱，你们刚强，我们也欢喜。并且我们所求的，就是你们做完全人。所以，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，把这话写给你们，好叫我见你们的时候，不用照主所给我的权柄严厉地待你们。这权柄原是为造就人，并不是为败坏人。还有末了的话，愿弟兄们都喜乐，要做完全人，要受安慰，要同心合意，要彼此和睦。如此，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。你们亲嘴问安，彼此务要圣洁。众圣徒都问你们安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神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，常与你们众人同在。